到现在为止最嗨的一个男嘉宾。从音乐一开始，这哥们没停过。舞蹈教练对吗？叫我跳舞是吗？对。他先来，然后是你。男嘉宾太开朗了，本人实在有点优秀啊。我有点妈宝。如果你找的另外一个女朋友也是一个妈宝，不会跟这样的女朋友交往。有一种但求速死的感觉，妈宝男、直男癌。本周六晚9:10，海天好友《非诚勿扰》，敬请期待。